大家好，我现在在 UFC 拉斯维加斯的总部，然后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，走。这边有一个休息区，然后这边有个大屏幕，跟那个上海一样。然后下面是运动员还有工作人员餐厅在这儿。然后早饭，这边有早饭、午饭，然后这边有咖啡机。我们早饭、中饭都在这儿吃，因为这边非常干净，然后非常健康。然后你可以吃所有想吃的食物，然后很多各种各样的饮料啊、水啊，而且都是低卡的。还有冰激凌，我今天早上吃了燕麦、土豆、水果，还有鸡蛋。吓死我了！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室外休闲的休息的地方，有的时候就是训练完了以后，跟教练们我们在这坐一坐，聊聊天，喝点东西，感觉特别舒服。这个仙人掌比我还高。昨天我还在跟我们老教练说，哎，泰国不是都踢香蕉树吗？那你能不能踢这个？然后这边呢是练习体能啊，还有测试力量的地方。这边全是力量区，还有测试你的最大力量的这些器械，非常先进。帮你做放松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康复对运动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然后这边也有毛巾啊，然后你要是出汗了啊，然后从那边拿毛巾，都是每天都是消毒的，这个是。然后这边呢是我们海南加油站，然后这边有很多能量棒啊，还有水果啊，还有各种的蛋白饮。在这儿，然后你随时觉得需要补充能量的时候，都可以从这边拿，而且都是免费的。就这个是那个呼吸身体的网站，有时候你哪儿受伤了或什么的，你躺进去，然后戴上那个眼罩，然后躺个15分钟，对你身体恢复的比较好。那个呢是那个冰冻舱，然后零下可以100度，然后进去也是帮助肌肉恢复消炎的。我们 PS 上海好像也有。对 PS 上海，但比这个大。但对比这个大。这边的话是这个是凉的，那个是热的。这个凉的太刺激了，我做过一次，我天哪，就是感觉手跟脚要冻掉了。这个是那个跑步的地方，在水里，假如你膝盖啊或哪儿有受伤，这个因为在水里运动啊，它是那个就是有这个没有那个压力的，对对，关节比较好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干蒸房，然后运动员累了，然后可以在这边蒸一下。二楼是训练的地方，然后这个左手边这个墙上的全是进入名堂的选手，所有的 MMA 的选手、UFC 的选手都期待能进入到名堂。对，我也期待我能进入到名堂。这边是一个八角龙，然后这个八角龙呢跟那个比赛的笼子是一样大的，然后这边是沙袋区。这边可以打沙袋，然后那边有那个测试那个你的拳的力量啊、筋骨的力量都可以。然后里边有一个八角的那个围绳的垫子，这边有围绳的垫子，几乎每一个区域都有水柜。然后这边是练习柔术啊，但是柔术那种地垫就是这样。地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。外边看那边是马路，然后还能看到那边的雪山，特别漂亮。对，非常好。但是今天有风吹得非常大，它那个早晚的温差也大。有的时候我穿着棉衣，然后别人都穿着 T 恤。那先为你介绍，你接下去什么安排？现在要去？接下来我要去换衣服，然后准备开始健身训练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拜拜。